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高雄的巨蛋这里哈。今天怎么我们会来高雄巨蛋这里呢？是因为我之前有拍摄《享食天堂》还有《诺亚方舟自助餐》的影片，我看到有人在底下的人告诉我，叫我来吃吃这边的自助餐，来体验一下高雄的自助餐好不好吃。各位，你们都留言了，我还不给你吃起来，那我们就进去吃东西吧 ，Go！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到队伍最尾端了，没有想到这边的下午茶今天是平日的1月21号了，就需要排这么多场。各位哦，你先请哦，稍等一下哦。左边方向的话是门口出去的，左边可以。好的。好的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入座了哈。他今天这边下午茶的费用是600元的，然后用餐时间只有2个小时而已，那我们就加紧脚步去拿东西来吃吧。够，谢谢。一点点的瓦萨比，
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已经拿完东西了然后现在拿一拿，时间已经3:12了。就我们现在才要开始吃东西，不过下午茶时间它只有给2小时，这样子整体来说，可能对拍摄是还蛮赶的。可是，一般来说吃下午茶就是要那种悠闲的吃嘛，我觉得其实是刚刚好的。那我们开动吧，我们先用淡菜来开胃。这个蛋菜它不用沾酱，本身就具有它自己的味道哎，这算还不错的哎。这个蛋菜有新鲜呢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这个螃蟹它是冷盘的螃蟹了，一剥开满满的蟹膏就这么跑出来了呢。哎呦，这样吃一餐600元有，这样吃一餐600元的螃蟹有这种鲜度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呢。没关系啊，照吃。今天下午茶它只有提供这种现切火腿排而已的，不然通常午餐晚餐的话应该会有牛排吧。你要说那没关系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想要刷卡。谢谢你哦，各位啊，刚刚店员帮我结账的时候拿给我一张停车券呢，来这边吃饭可以折抵3小时停车，我觉得算是很 OK 的呢。整体来说，这个火腿排吃起来它非常的软嫩，而且它旁边还有带有脂肪的部分呢。你吃完一般火腿的香气之后，接着来一个油脂的冲击，在嘴巴里感觉好香哦。然后这边有烤鸭、卤大肠，还有烧麦。给你们看一下卤大肠。虽然说这种大肠是随处可见的料理啊，可是在这边看到它，我就是想吃啊。尤其这个大肠吃起来是非常的具有一点点甜味啊，
这种甜就是平常可能北部人吃不惯的甜味。可对我来说，非常的甜美，非常美味的。还有烤鸭的部分，这边是鸭屁股。我咬下去，鸭油直接炸开在我嘴里面，好油，但很好吃啊！接下来就吃烧麦喽。看一下三色豆烧麦，怎么这边会有这个东西啊？然后这盘料理它是中式料理跟西式料理的总和吗？整体来说还蛮新鲜的，然后我拿了焗烤南瓜，它这个焗烤南瓜起司下得非常重，整个焗烤味超浓郁的。香肠，这两个香肠吃起来非常的普通啊，就跟外面市面上吃的到是一模一样的感觉。它的猪脚皮烤非常的脆，哦，整个搭配酸菜吃起来就是好香哦，嗯，紧接着最后是炒螃蟹。这个炒螃蟹反而就比较没有像刚刚冷盘那么惊艳了，整个螃蟹味道都被它炒酱盖住了，咬下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螃蟹的味道。哇，
终于来到生鱼片的部分了。我刚刚也有准备了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。芥末心啊，它完整带出了鱼蛋的香气，我觉得很棒耶。各位，我不得不说，这是我吃过600元自助餐，我吃过最新鲜的一次生鱼片了。这不骗各位。一次吃一排，这边有玉子烧。这个玉子烧非常的中规中矩啊，就像刚刚那两只香肠一样啊。冷盘白虾，只有在这里。各位啊，这个白虾整体吃起来也是没有什么鲜味，但我是感觉到这只虾子的肉质比享食天堂好很多。沾点芥末酱。这个鲑鱼也游得非常滑嫩，尤其它新鲜口感去衬托它这个油的香味。一次吃五个。各位，它罗宋汤还蛮酸的，它酸的很好喝哎。然后随之而来的是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啊。哦，接下来吃吃烤鲑鱼。
这个烤鲑鱼本身它并没有什么味道，反而是沾了胡椒盐之后，胡椒盐赋予了这只鱼新的生命呢。烤香鱼，整体来说这个香鱼就是很一般般的。那接下来吃看秋刀鱼，Oh my god！ 我刚刚这一把秋刀鱼肚子咬破，那个味道非常的重啊！哦 ，OK 啦，我们第一轮东西吃完了，我们再拿一些东西来吃吧。哦，秋刀鱼好恐怖！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用餐时间剩不到20分钟了，所以我就只拿这一些东西来做最后重试了。然后刚刚我拿了5份火腿，哦，哎，请帮我切5份，5块就好了，对，5块。谢谢。看起来真满足啊！那我现在喝一点牛肉汤。哦，满满的青葱。对啊，他就是现在在这个厦门那边，在厦门这边租房子啊，所以我想说到我这满是葱味，真好喝。还有鲜嫩的牛肉。刚刚我有去拿他一些冷盘小菜啦，他这边竟然有提供这种主厨自制干酱呢，哎呦！整体来说口感烂如泥，可是味道却不像一般的鹅肝酱这么腥呢。还是有带有一些芋泥的味道吗？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在冷盘区它竟然也有肉卷呢。然后在小菜区，它还有这种泡菜牛肉啊。贵妃鲍，
是第一次在拿第二轮生鱼片的时候，还会再拿尾鱼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多新鲜呢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一大盘的火腿吧。这个分量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啊，好爽的感觉啊。那我们就用红油炒手来做个最完美的结尾吧。谢谢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已经出来户外了吼。然后我的身边1公尺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存在，我已经符合户外的防疫安全距离了啦。今天来到高雄巨蛋这边吃汉的海港城，哦。我觉得今天体验整体来说还蛮符合它的价格耶。今天吃一餐660元，从它的环境整洁到食材的新鲜度还有品质，虽然说样式可能没有到一般午餐或晚餐那么多样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汉来餐厅它的水准呢，不管是肉类处理还是海鲜处理，我觉得它都是在水准之上的。今天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中央餐厨的加工物食品，今天花这660元非常值得。那等一下我准备回去休息了啦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还有别忘了留言你希望我去吃的下午茶店好不好？拜拜。